少林派哪一位高僧光临禅寺，老道未曾远迎，还望恕罪。 张真人果然是一代宗师，听声辨人，贫僧由衷的感佩。弟子参见祖师爷。起来，起来。不知大师法号。贫僧少林空相，参见武当前辈张真人。不敢，大师不必多礼。 深夜来访必有要事，请说话。日前少林派惨遭千年未遇之浩劫，明教卫报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之仇，偷袭少林寺。本派自方丈空文师兄以下僧俗弟子或战死或被擒，仅贫僧一人拼死脱逃。现今明教大队人马正向武当而来，贫僧是特来告警的。明教竟然如此猖狂！ 只是老道不解，少林寺高手如云，怎么会遭到了明教的毒手呢？明教假扮围攻光明顶凯旋而归的我派中人，因此刘四僧众不防，被明教杀的是措手不及，一场激斗，我少林派，以假乱真，有谁能防啊？张真人。 今日中原武林的存亡荣辱全系于武当一派，贫僧恳请张真人为我少林雪耻报仇啊！空想大师，武当少林本是一家，这灭四之仇，师父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纵横江湖一生，没有想到着了假空相的道，只怪我年轻时缘起少林，心中一直与少林有不解之情，才没有防备。糟了，听师公说话的声调，就知受伤着实不轻。如果我推断没错的话，师公腑脏已损，我是否？ 因立即表明身份，相救师公。三师叔，师公，明教大队人马到了紫霄宫，口出污言秽语，说要踏平咱们武当派。他们那么快就到了？这位假冒的空相大师，定是明教先前派来取我性命。他抱着必死之心，全力搏命一击，重伤于我。若奸计得逞，咱们武当今日。 恐怕要步少林后尘，难以自保。师父，我们跟魔教拼了吧！不许逞匹夫之勇。武当兴亡，无足介怀。只是武当派的绝学却不可因此而中断。代言，师父，我做官十八月，悟得武学精要，太极剑和太极拳已无瑕疵。此刻，我传授于你吧。师父。 弟子残废已久啊！我听着，我这套太极拳和太极剑跟当今武学全然不同，讲究以静制动，后发制人。远桥、连州、松溪、黎亭、升谷都不在身边，代言，你必须身负传我生平之绝艺的重任呢。是，请师父赐教。 这是太极拳的起手式：揽雀尾、单鞭、提手上势、白鹤亮翅、搂膝拗步、颈部斑斓锤。 如风似壁。
自首，报呼归山。太极既是以慢打快，以静制动，阴阳变化，果是精微奥妙的上乘武学。这道拳术的诀窍是虚灵顶劲，含胸拔背，松腰垂臀，沉肩坠肘，16个字，纯以意形最忌用力，形神合一。但言你懂了几成啊？弟子于鲁只懂得3-4成。那也难为你了，你五师弟悟性最高，可惜不幸早亡，否则当传我这门绝技。这拳劲首要在似松非松，将斩未斩，劲断亦不断。张三丰，再不出来，我一把火烧了你道观！快出来！戴言，你全身残废，明教不会对你防备，千万戒急戒躁，更不可强行出头啊！倘若我苦心所创的绝艺不能流传后世，那……你可是我武当派的罪人了。弟子受教，走吧，去见见明教的人。抬我跟着师父。这位是我师尊张真人，各位来到武当，不知有何见教？难道没有为首的可以答话吗？教主到！白普，原来一切都是他在捣鬼，难怪少林派会一败涂地。晚生张无忌，今日得见武林中北斗之王，幸会幸会。张无忌，老道万万没有想到，明教教主竟是如此年轻俊美的少女。巧的是，名字又偏和我那无忌徒孙相同。张真人，您真是好眼力呀，一看就知道我女扮男装啊。贫道的几个徒儿不自量力，曾赴贵教讨教高招，迄今未归，不知他们下落如何，还请张教主明示。宋大侠等人在本教的手中，而且受了点伤，不过性命并无大碍。至于那位殷六侠嘛，我那姓殷的小徒呢？哼，哎呀，那殷六侠就可怜了，和那位余三侠一模一样，这四肢啊被大力金刚指全给折断了。施主，这人呢是死不了，不过动弹不得。施主，师傅，师傅。啊！哎呀，张真人似乎身体不适哦。不劳张教主操心，老道健朗得很。那晚生就有一句良言相劝了。讲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我蒙古皇帝威震四海，张真人到时若能孝顺皇上，肯定立当殊封，武当派大蒙荣宠。宋
大侠等人人无恙，到时肯定会封爵加禄啊。明教虽多行不义，胡作非为，却一向与援兵作对，曾几何时却投了朝廷。老道是否封官太久，倒是孤陋寡闻了。弃暗投明嘛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少林派空闻神僧以下，个个都效忠朝廷。本教见大势所趋，追随天下贤豪之后而已呀。元顺帝残暴，多害百姓，这是民怨四起。贫道虽是方外出家之人，但也知大义所在。空闻乃当世神僧，岂能为势力所驱？你这姑娘何以说话颠倒是非？正说，张真人是不肯归顺我朝了。你字字句句听得一清二楚，还要贫道重复吗？张真人既然如此冥顽不化，那我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，请各位跟我走吧。魏夫王，明教张教主座下晚辈韦孝参见张真人。韦先生不必多礼，久仰青翼福王轻功绝顶，世所罕有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呢。张真人夸奖了。姓赵的，你冒充明教破坏本教名声，用意何在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何必如此阴险毒辣呢？哼，我本来就不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，小女子阴险毒辣，你想怎么样啊？哎，你不要老是这么男不男女不女的好不好，害得我口快说错了话哦。咱们言归正传，你冒充我明教之名，先攻少林，再扰武当，到底是居心何在？你又是什么来历？啊，不说话，那我就要开骂了啊！我要骂到你说实话为止。你这个畜生！哪个替我张嘴？是。明教张教主座下，游行散人布袋和尚说不得，参见武当掌教祖师张真人。你们把贫道弄糊涂了，到底谁才是明教的人呢？啊，比较奉张教主之命赶来救援，现都在武当山下听候差遣。哼，虚张声势啊。要不要我发信号攻上山来证实我所言不假啊？你是说奉教主之命？我是这么说了。那他人呢？叫他来见我。啊哈，你这话一出，你就不打自招，承认自己是个冒牌货了吧？张真人也已经分出敌我了吧？啊，你别得意，就凭独鞭符和一个臭和尚，成不了什么气候的。再加上我呢，我白眉鹰王殷天正。英王，你也来了。接到光明左使杨潇的传令，知道亲家有难，一路上我骑死了八匹马，飞奔而来。张真人，晚辈斗胆叫一声亲家，请恕罪。我徒儿张翠山和你千金殷素素已结成夫妻，你叫我亲家，那是理所当然的了。明教的高手越来越多，筹划多时，审慎安排的计谋，看来今日难以成功。但是好不容易将张三丰打成重伤，这是千载难逢，绝无第二次的良机啊。今日若不乘此机会灭了武当派，日后将更加棘手了。江湖上传言武当乃正大门派，岂知耳闻不如目见。哼，原来武当暗中和魔教勾勾搭搭，全仗着魔教撑腰。哼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哎，赵姑娘，你这句话说得太没见识了吧。
张真人威震武林的时候，只怕你爷爷还没出世呢。你个小孩懂什么呀？是你说的对，还是我没见识？那得由武当来证明啊。如何证明？今日前来，专程讨教武当绝学。武当派不论哪一位下场，我们都乐于奉陪。武当派到底是确有真才实学，还是浪得虚名？交战之后，既能昭告天下呢？至于明教和我的过节，日后再慢慢算账也不迟啊。哼，张无忌这个臭小子，奸诈狡猾，我日后见了他，一定要扒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，一消心头之恨。哎呀，很好，很配。嗯，渡边府，你说什么呀你？赵姑娘，本教张教主少年英雄，你赵姑娘美貌如花。嗯，看起来年纪比我们张教主呢还小几岁。哎，这么着，我老蝙蝠给你们做个现成的媒，你就嫁给我们教主如何呀？啊？嗯？张真人，你若不肯露一手，就留句话下来。说这武当派呢，乃欺世盗名之辈，我就立刻带人下山，并归还宋远桥等人。天都亮了，这样吧，一战定输赢。阿大、阿二、阿三，你们站出来。张真人只需将我这三个不中用的家人打发了，我就佩服武当派的功夫，确实是名下无虚。要不然嘛，江湖上自有公论，也不用我多说。张真人，你就先跟我家的阿三比比拳脚吧。张真人，请。好雄厚的内力啊，连老夫都自叹不如。这丫头手底下怎么那么多奇人异事啊？张真人，你要是不想下场，只需交代一句，我不会动蛮硬逼哦。嗯，太师父，这位施主要见识我武当派的拳技，又何必劳动太师父大驾？让弟子演几招给他瞧瞧，也就够了。这位施主，足登青砖使的是少林派金刚伏魔的外家神功，像是西域少林一支的高手，你小孩强出头，恐怕以卵击石啊。少林外支啊，那我更有兴趣了。师父，他怎么会太极拳呢？这明晓彤不是你的弟子吗？我没见过他呀。啊，定是我将太极拳传给你的时候还在一旁学会的。此子天赋极高啊。用意不用力，太极圆转。
令对手旗根自断。一招一式，无需节节贯穿。阿三，那黑玉断续高了。本门的虚空妙药，秘密之极，连本门弟子也不知道。你这小童从哪里听来的？我是顺口试的，看看胡青牛的易经是否有误。还真有了，拿来。没有。没有了。没有。拿药来。没有。如长江大河，滔滔不绝。把黑玉断续膏拿出来。想不到堂堂的明教大教主这么没出息呀，在武当假扮起道童来了。赵姑娘言之差矣，先父翠山宫正是太师父座下第五弟子，子随父，我张无忌就是武当人，不需假扮。徒孙张无忌叩见师公和三师伯。事出仓促，未及禀明身份，还请恕欺瞒之罪。你已经太好了，你没有死，太好了。太师公，无忌好想你啊。翠山有后了，他可含笑九泉了。张真人，恭喜你啊，教出这么一位好徒孙呐。我也应该恭喜你啊，生了这么个好外孙。什么好外孙好徒孙啊，两个老不死，生了一个奸诈狡猾的小鬼出来。赵姑娘，阿三是你的手下，想必你定有黑玉断虚膏了，请赐予我三师伯六师叔，以便治好他们的断肢。我为什么要给你啊？我啊，恨你入骨，不将你碎尸万段，难抵昔日在绿柳山庄钢牢中对我轻薄羞辱之罪。那日为了解救我教中人，事在紧急才不得不出此下策，其实在下绝无丝毫轻薄之意。你要黑玉断虚膏，那也不难，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，我便双手奉上。哪三件事？我现在还没想起来，等到我想起来了，我说一件你就做一件。那怎么成？如果你要我自杀，要做猪做狗，我也必须依你。我不会要你自杀，也不会叫你做猪做狗。就算你肯做，只怕你做不来。好，只要是不违侠义之道，而我又做得到，我张无忌依你也无妨。公子，赵公子。小赵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放心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和不悔姐陪阴柳侠他们一起来的。那六叔呢？他们就快到了。阿大在。去把姓张那小子的两条胳膊给我砍下来。是。呀，嗯，姓赵的丫头，你太卑鄙了，用倚天剑欺负我教主手无寸铁。我就是卑鄙，怎么样？谁叫他把我送给他的东西转送给别的女孩？
击，看太极剑法。看清楚了，还记着没有？已忘记了一小半。现炒现卖也难为你了。现在怎么样？已忘记了一大半。糟糕！教主越忘越多，那他就……张真人，你这路太极剑法很是深奥，看一遍，无忌怎么记得住呢？请你再试一遍，给我们教主瞧清楚。现在呢？我这下全忘了，忘得干干净净的了。啊，不坏不坏，忘得真快呀！他们徒孙俩在干什么？哼，临阵学武未免太迟了吧？无能，甘领罪责。且慢，不留下黑玉断续高，休想走下武当山。是他们，是他们，是他们！啊啊！教主，公子，是他们，是他们，教主。教主。